看新闻呢，我还做笔记。啊、你送酒了，你看多好，这餐馆什么送酒啊？ICBU 给酒送到家门口，你喝酒，只要过19岁就可以。那上那送货到你家，看你醉没醉，看你收货这个人，你喝没喝，喝醉就不给你了，很好好笑的这个国家的事儿。老板把餐馆老板的妻管都起来抗议呢。他有啥抗议的？影响他们生意了，不上他那去吃喝了。我给吃早饭了，就吃这种碎肉没有，这个国内有卖，吃这最好，糖尿病，这粗粮。泡牛奶吃也有这种小蛋糕啊、嗯、这最好泡这个吃，这找着一对了。哎呀，我是最不愿意做饭和煎做刷碗的，但没办法，饿呀。完了帮娟来弄点喝点咖啡，又是一天吃点生菜胡萝卜。这四个月这个吃点这个好，吃点稻香村的小点心。小萝卜和小白菜，好吃好看又可爱，花菜包菜和青菜，吃了不会胖矮矮。小萝卜白菜和花菜，和我自己蒸的窝窝还有素鸡。哎，备注是哪的？车推进来，这小车搁门口推进来，门口在这外边呢，就搁这块干。我开开门就拿屋去了嘛，就这些木头，这就是前门木头就烧呗，冬天。昨天晚上下了点雪，下的不大，明后天下雨就化了。冬天没啥事，咱烧壁炉，一会儿就着了。好吃的猴哥，阿里拿的点一两面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尝尝。好像带馅儿，你看里面带不带馅儿、嗯？带馅儿，肯定带馅儿。啊，糖啊，都是。哎呀，我喝茶时候吃的，什么糖？麦芽糖。糖能吃什么糖？都是甜的。嗯，你功力。我以为是无花果馅儿，什么字是伊朗写的？叫“开心饼”，吃了你就人就开心。traditional 卡路什么卡路里卡路里，这就是我家后面那车站修完了，你看现在改成两股铁轨，原来是一股，你看现在一个人没有。这是下午的3:30，今天是周二，这地都是加地热的，修完了。我在那边住，这地下能过那边过这边的，现在一个火车没有，你看这站也没有人，都上下班的人多。这车站修了几年呢，这车才修完，干活是慢，但质量没得说。看那边后面那几个松树了，那就我家，就隔着一个大墙，墙里是我的地方，墙外就政府的地方。那松树和这个树都是咱家的地方，这边就我的松树高第一趟。你看今天后面下午买了彩票，我这回家了，就有个地下室过机顶不让走，溜达溜达，这是盲人不到都有的。这松树就咱家松树，院里树都是咱家的，这院外就政府顶，院内就咱家的地方。吃火锅喝点饮料，这放你们那边。哦，往这吧。这是牛肉卷啊。啊。这是羊肉卷，这有另外一盒羊肉卷。放你们做饭饺。哎，有啥饺子吃？去上班了啊。来吧，吃饭，兄弟。上来给我个小剪刀呗，就行，没问题。这葡萄干丢，先都坐吃饭吧，来。